大家好，我是 Hiko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名古屋很多复古电动的地方。这家电动玩具店里面有很多以前复古的电动玩具，像是任天堂啊之类的。好，现在我们马上就进去看看吧，看一下有什么宝物。是不是很多很旧的 Game Boy 的卡夹？我都想把它全部买回去收藏了。还有有包装的 Game Boy， 看到没有？这边有那个任天堂以前很旧的玩具，还有神奇宝贝的 Game Boy， 超帅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怪兽对打机啊，还有俄罗斯方块，这都是以前90年代刚出的电动。还有各种任天堂的机台。蛮便宜的，一台大概500块，500块的红白机。哇，神奇宝贝黄版、红版、蓝版、绿版。刚刚看到很多任天堂的周边商品啊，主机啊，还有卡带啊 ，PS 很早期的一些游戏啊，还有一些旧型的 Game Boy 的卡夹啊。如果有大家有喜欢收藏这些主机的话，这边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什么几乎都有。好了，可是价钱真是蛮贵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この動画は良犬画質とミカミカ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